最近啊，冰冰公主给我送了很多东西。俗话说得好，情侣之间是相互的，所以呢，我准备啊，趁着6.18给冰冰公主清空一下购物车。冰冰，你看，你购物车我全部给你清空了。怎么跟我预期的不一样？把脸手机拿过来，我把脸清空。哎呀，不用不用不用。把脸，我不想说第二遍。一顿操作，不用。看一看，嘿嘿。真清购物车，你把我购物车里东西全删了。标题都帮你想好了。当我骗男朋友说帮他清空的购物车，其实是把他购物车的东西全删了，看他什么反应。你那点小心思我还能不知道吗？今天我就以牙还牙，让你感受一下是什么滋味。可是我真的帮你清空购物车了，自己看物流。看物流？哎，还看我什么？今天我错了吗？是我的错，是我以那个君子之心夺小人之腹了。哦，不是不是，是我是君子之腹夺小人之心了。我以为你跟我开玩笑闹着玩儿了。哎呀，身上这件衣服好像有点旧了呀。我给你买了，现在就下单，给你买最新款的。啊，你看吧，今天我给你买了。对，你给你行不行？我都是行，我都买，只要你不生气就好了。行。只要你不走，你要我做什么我都答应你吧。就等你这句话。这个衣服脏了，这个裤子也要洗了，这个裙子要熨了，还有这件衣服一起，去吧。你不当个人啊？你不想做吗？没有啊，我觉得洗衣服好不好？那快去吧。嗯。手洗哦。